每半小时喷水一次哦。哦，很漂亮。哎，它，那、啊、我们今天来的时间刚好，它是为贵宾而开放的。没错。跟那个飞机第一次降临的时候，都要在跑道上要冲水一样。来去看里底那几只鸭子，这么幸福的在长颂杯。哦，没有人的时候真的很棒哎。五间后池湖。后池湖，我是捌去过。绿头鸭。哦。欸，这是一种西伯利亚。跑到这边以后就飞不走了。绿头鸭爱台湾啊，就爱台湾的绿头鸭就留在台湾了。这个是绿色执政的时候移民过来的。哦，是，没有东西喂他们，是。哎，没有人的时候，那鸭子都很悠闲的。人太多的时候，它都跑到中间去了。压力了。鸭子也有压力哦。这里看，大白鸭、天鹅，这两只它差不多大，走。我没醉啊，没在喷醉啊。我没有喷水，那个好安静的感觉。他应该把第一个接来这里吧。